Hello， 今天呢、啊、是第九天运动第九天。那昨天呢、啊，感谢我老婆放我一个晚上，那我们去看电影。那昨天就没有运动到，但是吃的东西上稍微有调整一点，所以昨天还好。那一早我今天量起来量体重呢，113，还可以接受。哦，那今天是看到吗？5月9号。好，5月9号，那今天是第九天。今天的话呢，我预计可能还是我今天会想要改一个方法，我想先做棒式，我先做棒式做个两组吧，试试看吧。如果两组 OK 的话，看状况行不行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再多一组。然后仰卧起坐一样是25下，两组。那我看看能不能在最后加出一个10下的，今天想稍微加重一点点量，先试试看。好，增加。对啊，好，先量体重了。哎，瞧，不知道，刚吃完晚餐。哎、欸，还好哎、欸，114.6。来，给我看看。我给你。来，114.6，有吗？有啊。好了，算稍微进步一点点了。好，那今天就是先来个棒式，先来个两组。哦，帮我看看我的屁股被撅了，我说怕腰不舒服，我就会有点撅。好，来，哇，哇塞！别等下次啦，嗨，先做暖身吗？对啊，有道理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好，哦，可以了，今天这样感觉。第一天到第七天，现在撑起来应该还 OK 了吧？没有像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那么的不舒服。我觉得我有抓到点了、啊，我有抓到点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你刚镜头没有那个、哦？哎、欸。专业一点好不好？好，专业一点可以吗？是，突然想说让这里聊天。聊天，请你看镜头好吗？聊专业一点，专业，稍微专业一点可以吗？我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第二组喽。眼睛要看镜头啊。好了，开始喽。哇塞！哇！你要不舒服就不愿意撑。腰是可以，我现在是腹部处理是没问题。好。嗯。我现在是很明显知道，我现在是用腹部在处理啊。哇塞！哇！可以。好，方式量组成功。哎、欸，我想要挑战再多一组哎、欸。你休息一下。对啊，休息一下，挑战多一组好不好？对啊。应该就好。应该是可以啊。哇，之后，哎、欸，在犹豫要不要去那个哎、欸，要不要去健身房哎、欸？对啊，我本来就想去啊。我觉得去健身房有教练是不是比较好啊？我健身度数当然比较好。对啊。姿势才正确。是啊。而且我想说，有教练有器材的话，看能不能稍微再加速一点。而且吃的，我们现在自己这样吃并没有不行啊，只是想总是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喽。好，尝试一下，多加一组。来，哇，哦。
可以吗？我觉得先做棒式，做仰卧起坐比较好。我觉得腰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，我就有时候做仰卧起坐再做棒式，我腰有点不舒服。那就颠倒过来。对啊。因为你长期很久了，从看到现在，没练过你的任何一次。我想也是。老公可以帮我捏脚吗？现在看得到我吗？看得到啊。那可以帮我压脚脚吗？我现在有点困难。我想想看。我想想看。我还有点困难。你放在哪边？你哦，好吧。自己来吧。哦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今天自己来。好了好了。好。来喽。因为腹肌已经练成了，应该是可以。2 3 4 5 6 7 8 9 10 11没有人压脚啊！12 13 14 15 哎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啦。好了，明天第十天，明天见，拜拜。